呀，我这你妈喂！200级装备是有毒的，因为200级装备太好了，所以它概率就低是吧？这个就不太清楚了。还有一些银河副手，还有那个战国的副手，就战国双方副手都是特别有毒的，就是一般带血都不接的。啊，呀，还有这种说法，我厉害了！兄弟们，一级团干！打完了一波。打完一波只爆发了一个人头吗？嗯，我是。这把就是传说中的正常局吗？密的 solo 剑魔 king， 密的。我操，这才多少个魔方呀？我玩这个游戏至少写了几万个魔方了，兄弟们。我现在先不去，我还没升二。剑魔没二级太垃圾了。我在这不会影响到你吧？有点吵，我在打撸啊撸，兄弟。喂，宝贝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的。哟。操作呀，太恶心了呀，这个英雄太灵活了，我溜了。啊，朴老师，一会儿你要再找我的话，你直接微信跟我说一声，先把麦闭了。 OK 呀，我去上了，兄弟们你们去个中，我不好对付这个逼，不好杀，我跟圣一起杀吧，圣或锤石你们有控制的，直接可以上去控，不要怕，不要怂，兄弟。
小虎杀疯了。我们这波越塔烈烈了呀，兄弟呀，你肾怎么不出肉装呀？我是说你怎么这么脆呀？呀，你肾不能乱出装备的呀，兄弟呀，呦，这些水友脾操作不好，脾气好大，肾都在出破甲。你们根本不知道穿甲流建模的快乐。呀，现阶段吸血不够。杀！啊，五杀没了！鸭肉，鸭肉，兄弟们，鸭肉，我的建模鸭肉。建模好香啊！
个能出什么？半个盔甲，妈的！这个人呢？打龙，他们在打龙。呀，这个老六落手。呀，对面的偷家给他们推了，最烦这种分毒了，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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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！哎哎哎！啊！呀，武器又去偷了，我去处理。呀，对面是真恶心啊！太他妈香了呀，剑魔！呀，别分毒呀！呀，这么分毒吗，队友们？哇，太分毒了呀！哇，裂开了！我操！剑魔好不好玩吗？好玩呀！呀，还有人叫我出暴击，我这种不香吗？这种是纯靠 Q， 这种玩 Q 的他不爽吗，宝贝们？我操！